虚假的威士。哇，主播不要挂头上，点进主页，兄弟们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兄弟们，知道吗？专属主播标，没错，专属的，兄弟们。什么是专属的？这个主播标，我跟你说句有什么特点，兄弟们，我跟你分析一下这个主播标有什么特点。首先，这个主播标打主牌的时候它不会显示，无论打什么模式，游戏结算之后在主页都会显示主播标，知道吗？然后我现在是贵九，是吧？这个主播标在打五牌的时候，兄弟们，在打五牌的时候会展现出贵族十哦，而且房主何在？房主五牌吗？给你看个宝贝。好啊。五牌，五牌。把车扩展成五牌，房主给你看个宝贝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找人，房主给你个惊喜，这可以吗？这个看起来很好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，来吧，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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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你，看到没有？你主播标，看到没有？进游戏之后本来是贵族九的，进游戏之后变成自动升级贵族十，外带一个主播标，赚都赚不下了。说了，虽然说这贵族十，只是说。对吧，只是说他虽然说是贵族十，但不能用特权。有人